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今天我要来玩 Party Hard。 然后这一款游戏是在诉说一个半夜想睡觉但是被吵醒的男人愤而去杀人的故事。哦，基本上我有先玩了几场，没关系，我直接从一开始开始。嗯，怎么好像绕口令，从头开始。然后这边这是第一场，是一个烧烤派对，然后可以选择的人目前只有两个，这个人会自己爆炸，所以我还是选这个一个只想睡回儿觉的人，这个就是主角。一开始应该会有新手教学吧。My name is Inspector John West. 我是约翰·威斯特。Take your time, Mr. West. Deep breaths. 慢来，威斯特。Want a drink? Whiskey. Hold Whiskey. Hold the rocks. Hilarious, Mr. West. Fuck you. My name is Inspector John West. I was the officer in command of the Party Hard Killings. Can you describe to me exactly what the Party Hard Killings were? Party Hard. A series of murders strung across the U.S. during the autumn break of 2000, exclusively taking place in and around house parties, rooftop parties, cruise parties, you name it. 你能想到的都有。这家伙穿梭于人群之中，并且疯狂犯案。What was the motive, Mr. West? 那么动机是什么呢，威斯特先生？这家伙，他只是想要一丝清静。也许你该从头开始讲起，检察官。没准这样我们就能深入了解这一系列长案缘起何处。然后，基本上我是把音乐关掉了，因为这个，我有去翻了一下，那个作者是说。如果就是他原本制作的音乐可能没有是不是原创的，所以会有点问题。那到时候音乐的部分我再想办法。然后这里会有报纸会有一些讲解，就是杀死警察会使特工到达现场。诶，我按错了，不好意思。只要离开他就 OK 了。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可以扛起最久的人。然后诶，这边相亲相爱的先不要去打扰他，亲的也太久了吧。诶，这是抱着吗？然后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要把人干掉。这个轿车的功能呢，就是让那个有一台车开过来，然后把人碾毙这样而已。哦，有人死掉了。这有很多，你按右键的话，可以看到你可以下手的部位，像这个就是闪亮的，闪亮的部分就是你可以下手的地方。然后趁人多的时候呢，它爆炸的时候就意想不到的效果。然后要杀人就是按键的 E,ABCD 的 E 就在显示在人头上。然后要触发道具的话是空白键。想办法让所有人都被杀掉就可以了。你的目标就是杀死所有人，然后要小心不要被那个车子撞到，那个车子其实有伤害力的。现在哪边人比较少呢？我就从哪边过去下手。这边，赶快跑。是有人在杀掉，赶快跑，不然会被当凶手。如果被当成凶手，就会被逮捕，所以
要小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使用？好像没有什么。这个你自己在这里，我就把它干掉了。赶快跑，赶快跑！被当成杀人凶手就不好玩了。赶快，然后按就像刚刚扛人，然后可以弃尸。还有什么道具？垃圾桶就是可以丢弃尸体的地方。然后怎么人有点多啊？这个剩下的人有点多啊。要靠近受害者，只要又要趁着人不注意的时候，可以把它丢到火炉里，啊，跑掉了。现在人太多了吧？怎么会剩那么多人？记得我之前玩的，一下子就干掉一堆人了，为什么现在一堆人都还活着呢？这里有一个人在睡觉，干掉。树倒了，你在看树吗？那我就把树推倒。然后这个人，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销售人员吧，他会卖一些东西，只是不知道他哪时候会开始卖。这场太久了，剩下的人太多，很难下手，因为很容易被发现。只要杀一个人，那个人就会出现啊！来了吗？时机来了吗？丢，避免被这个都尿裤子。咦？跟我过来。丢进去。怎么了吗？哦，那一个尸体是我做的，没错，是我做的。这个很像小丑的家伙，把它干掉。剩你了吗？剩你了，剩你就过来吧。一堆人睡在这里，其实最难的就是这一群人了。我想不到办法可以干掉他们。一直在这边等待刚过来的人。哦，去丢垃圾，重复啊，一直重复。哦，有人在接吻，这是接吻了吧？再来再来，你们就一个一个过来，就可以一个一个把你们干掉了。这些都是在激情当中萌生爱意的家伙。
快。现在有干掉30个人，有人在这里睡觉，把他带走。趁机丢进去，有人要过来了。这次来两个人我就没办法了，一个人可以，两个人不行。怎么办呢？人有点多，这个情侣也好久，这边也好久，怎么办呢？哦，他开始卖贩卖了，这就是他贩卖的独特姿势，可以拿到烟雾弹了。烟雾弹是最后在这个时刻很好用的一个东西。这不知道为什么要摆一个，这两个这个姿势比较奇怪，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是背后式。不是挣钱方式，我想把你丢到火里哦，可是离太远了。你在那边还没办完哦，现在又一起出来外面丢进去，扛起。我们来个，埋在这个角落。哦，有毒药哎！这家伙在上面有点麻烦，不下去了，干掉。毒药要慢慢用。有人在喝酒吗？下毒，然后赶快跑。因为死那个，如果人在你附近死掉，会被当成凶手的。可以再下毒，再给你下毒，有 CD 的下毒，赶快跑！能被发现，现在剩下这个好像都不会离开的，你下毒。我来了，别跑！
可能直接走到一半就睡着，然后又醒来，有这么醉吗？我解除成就了，垃圾收集者。现在还剩两份毒药，然后他不离开，那就给你下个药。全都跑过来了，最后这个人也没有离开。又把烟雾弹捡回来了。现在的机会。警察处理的。你赶快走，把你干掉。干掉你。干掉你。现在剩下没几个人了。五个人。OK， 五个人。别跑，干掉你。三个人，三个人应该就可以用烟雾弹了。示范烟雾弹，他们这样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你这个 DJ 太专注了。这就是第一关，烤肉派对完成。You arrived at the scene after the assailant had fled, correct? 你就到了。A little after 3 a.m. Yeah. Were you aware of his current mental state at the time, Mr. West? His mental state. 他的精神状态。The blood dripping from his hands, 血从他手中滴落，像是有人逼他向前。A bright light leading him onwards. I heard that bright light, as you so eloquently put it, was just a bunch of biker trash scumbags in search of lost souls. Guess he must have hitched a ride with them somehow. Perhaps it was when they realized that the party was already dead. Excuse the pun. Speaking of dead, wasn't your daughter Katie at that party, Mr. West?Seeing her blood zigzagging between those bathroom tiles, it was like a sledgehammer using my stomach as a welcome mat, drowning without water. 这么严重？ She was so messed up that I couldn't even 以至于都无法辨识她的身份，多么可怕！是我下手的吗？我没有下这样那种毒手啊！这是第二关。这一关感觉很风和日丽。首先要用什么呢？摩托车下毒。怎么我什么都没做啊？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就被就有人车子真好用这一场好像没什么东西耶丢进去，这里可以爬出来，干掉，爬进去，丢，然后这个通道可以通往这边。啊，他醒过来了，这个 game。突然有一些发疯的人自己在那里杀人呢、欸。欸，不是，是因为我的毒药吗？这时候还是走去外面比较保险。欸，等一下，外面有一个醉酒的人，喝毒酒的人，要小心。然后被他当成凶手。还有什么吗？到处都在尖叫。你来干嘛？你来我就。不客气了，哎，这里有个醉喝醉的人，法医来之后好像。酒那个毒酒的效力就没了。都在附这个箱子有那么大吗？一次两个人就没办法，但是你进来这里的话，我就不客气了。箱子都快被我塞满了，剩下没几位。这个电话不能用吗？可以。不够靠近。那有些就算没有那个警示也是可以使用的嘛。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不对，是三个人。啊，就睡着了？什么？我以为他们要做什么，就当睡着了。你们是来睡觉的吗？增加了我的人数，
有什么道具可以使用吗？对对，进来这里，对，进来这里。你被什么吓到了吗？没什么道具。哎，这里有个道具箱。我的希望道具箱。不让我使用那一个。获得物品，炸弹。炸弹要炸哪里好呢？只有一个炸弹而已，一颗炸弹。把它带进来好了，我们来里面睡觉。哦，乖乖，这样你就可以睡了。为什么那么一直尖叫呢？乖一点，对，就是这样。进来吧，进来，去，去。瞬间闪现，这两个家伙这样子有点麻烦。家伙要怎么处理呢？这红红的是怎样？要做到干净。炸弹好了，拜拜。嘣！快闪，快闪！可以躲起来吗？来了奇怪的特勤小队。应该没有了。来的奇怪的 FBI， 怎么会有呢？竟然来了 FBI， 有够麻烦的。怎么办呢 ？FBI 在这里，都是因为看那个马屁的错吧？万一是这样晃来晃去，好麻烦啊！我要怎么处理呢？左边，
闪现的。剩这两个人怎么处理？这样还是获胜的。这是脚踏车派对，获胜了！哦，终于。只是刚开始。下一个地方，拉斯维加斯。相助不对，不是靠实力。好吧，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